哪种运动心态才能消除压力？持有哪一种心态运动的人才能够消除压力，从中找到成就感？可是不是紧实了你才会有那个成就感吗？重点是要消除压力，一直想让紧实，压力就来了，一直都没有紧实，一直很松散，就动起来越来越慢，动慢动慢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明星攻略。